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三分钟市评，我是李国庆。今日同大家讲的题目是美强港弱。未讲这个题目之前，请大家看看恒生指数表现。全日恒指微跌了3点，收报26494点，成交700亿都不够，只得650亿。其实今日港股牛皮偏软，题目都讲了美强港弱，港股今日冲高之后回落，即是表現咧就一般嘅啫，比較咧就係話一個唔係好明顯嘅強勢。相反咧，美股咧走勢好好。嗱，我哋先睇美股點好先。睇道指先，大家睇啲道指呢幅圖啊。上個禮拜五咧大升337點啊。你見到下面咧，其實咧呢度十字星一個倒形啦，然後再一個上升裂口咧，其實都係倒形嚟嘅，兩個倒形就好強啊。咁佢雖然咧，我都冇畫唔畫咁多條線啦，因為咧有限制，唔好畫咁多條線啊嘛。咁咧就但係其實跌穿咗嗰個市盈嘅。不過市盈之後咧，佢又變成咗上升通道喎，前浪頂咧27300咧又守住。咁之後咧，依家咧就有機會衝咧就創新高嘅。點解會係咁咧？因為上禮拜五咧，美國咧就公布咧非農業新增職位就增長咗26.6万個，較呢個十月份咧就高嘅嚇，亦都係創咗10個月以來嘅最高嘅增長幅度。咁咧失業率咧就降到 3.5%， 咁即係話喺早幾個月咧減息嗰啲咧就有效啦，刺激到啦個經濟咧就即係比較理想強勁嘅嚇。咁美股啊衝上去，有冇機會創新高？好短期之內估計咧就會再創新高噶啦嚇。標普500指數嘅情況咧類似，亦都好貼近前浪頂噶啦。前浪頂咧係3154即係歷史高位，咁已經收3145，爭10點嘅啫，10點都唔到嚇，咁就有機會再創新高嘅。美股好強，但係港股又點呢？恆指今日咧曾經咧就衝一衝上去嘅，去到幾多啊？去到最高見過26,618點，266水平。咁你見到咧嗰三條平均線，10天、20天、50天平均線睇曬嗰度，加上呢度咧有個下跌裂口嘅。八月底都要有個下跌裂口，即係介乎咧呢個11月28日咧，同埋11月29日之間咧，呢度有個下跌裂口喺度。咁呢個下跌裂口大概咧就26760幾點咁樣。咁呢啲水平咧都好大阻力，依家衝上去咧衝唔到。咁所以咧依家咧就係講話美股就強，港股就偏弱。偏弱嘅話要小心，26000關呢個仍然都係好重要嘅一個支持位。如果26000關咧失守嘅話咧，咁啊跌穿上升通道嘅話咧，就會轉紅燈噶啦。好啦，大市分析就咁樣啦。咁今日有個板塊比較做得強啲嘅就係內房股啦。內房股入邊咧，富力地產今日升6%，但係呢只股其實就低位反彈嘅啫，我就唔係好推薦呢只股嘅。如果話要推薦嘅內房股咧，好似世茂房地產咁啊，創歷史新高嘅，收29.6。今日最高見過咧29.75，收29.6咧，都即係喺個歷史高位度收市嘅。嗱，呢啲強勢股，另外融創咧今日升4.3%，收42.8。咁啊，盤中最高見過咧就係43.45，亦都係比較強勢嘅，似一個雙底啊，咁啊反彈嘅格局。另外合景泰富都係啦，呢排都係走勢都比較強嘅嚇。今日咧就上探啊10蚊，不過未見過，最高見9.98啫。但係呢啲股咧就係如果佢有回吐，大概9蚊邊咧都係合適可以買嘅。總結而言，港股咧短線嚟講，依家咧都係牛牛皮皮啦嚇，要升穿2676幾嗰個上升裂口之上咧先至為之好嘅。咁依家冇乜嘢好炒，都係輪流板塊炒嘅啦，都係去到啲依家就去到內房股啦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。好啦，今日分析係咁多啦。多謝大家收睇。